六月份的雨灾加上太厉风台，河东四乡这期的土豆因为浸水损伤严重，农民赶紧采收，并且利用好天出日头来拍土豆。我这头真欢喜啊！这量够出侪？出侪哦，这十箱差不多十箱啦。但是拢靠袂起来，放上了对了。为了得拖底提袂起来。到了拖底，它真侪哦。恁拢也提袂起来啊？青菜种青菜，这无够成本啦。这期的土豆因为栽种面积较少，加上大部分拢是要提来做酱，所以计小比定期增加将近20元。但是无奈拄到天灾，农民损失惨重。这期的土豆都往水来有损害嘞，吼、哦，啊无计小是好27-28元啦，安尼。较早是定期一期。是套10-10元，啊，佫有诶无啥人买。即撮农业灾害，真侪农作物拢受到损害，包括土豆、稻啊、番薯、西瓜等等。农民讲，目前物价每一项拢起价，生活拢爱靠即挂产地收成。希望政府单位会当放宽补助诶条件。啊，即农民规个一挂钱拢弄落去，啊，佮收无，土豆诶乌帕佮兼烂了了，啊，切个倒落佮兼出芽点。啊，西瓜到手啊，兼无通去收啊，毋是规个，毋是点，要靠互相听。即处农业灾害严重，乡公所农业科非常积极下乡，了解损失的情形，希望努力向上级单位来争取补偿。咱目前也有呾官府反映，啊，反映看讲是毋是会当有一寡啊补助来弥补咱农民的收入安尼。目前乡公所努力向上级来反映农业损害情形，农民除了将损害翕相起来当作证据以外，只干阿会当赶紧采收，将阿会当卖土豆来甲拍个打，减少损失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